西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天安。Hello。我们现在要玩韩后大晋级，对不对？对。雪花皇后，她最后会很难哦。我们看看可不可以。来，第三个，巨石丘陵。巨石丘陵。巨石丘陵在哪里？巨石丘陵。哦，在这里。对。这里哦。对。你要放开呀。就这样。好，掷骰子换我走。嗯。三步。二炸弹。三步炸弹。还有一个炸弹。那先放炸弹吧。先放炸弹。对，先放炸弹。放炸弹。好，走三步。直接走三步，1、2、3，问号。问号放上去。还有问号。糟糕，有一位小勇士被卫兵抓去监牢了。啊！是监牢的是莎拉。莎拉。莎拉。莎拉抓去关了。好，换妹妹。莎拉跑出来了。根据颜色的线索，红色加黄色会变成橘色。橘色，橘色是布，布布布，我来帮你。两个人都一起来，真怪。功劳的是莎拉，好，接下来又换姐换妹妹走了，妹妹掷骰子，又是炸弹，两步，妹妹走两步，妹妹在哪里？变的是什么？一，然后我那边，二，然后呢？换我们保护，先放炸弹吗？他这是什么？西哦，没事，西没事。换姐姐。西没事，所以换的。对啊。他有电的是什么？啊？门出现任意门了。对啊。门的另一边了。对啊。有任意门的卡吗？没有。把那个问号拿开。和声广场。和声广场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飞到和声广场了。我飞到和声广场了，好，拍一下，嗨，蓝色，在哪里呀？这里哦，蓝色。小小观察家。哪一个才是他的正面呢？哪一个才是他的正面？拿着气球，然后有手上有拿东西，拿着茄子的。快点，是哪一个？石头？布吗？石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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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布？妈妈？石头。快点，快点。石头。石头才对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
石头才不被抓起来了，拿走啊！来不及了，我要再把卡片拿走。你被关起来了。等一下，但上次那个叔叔说会有人救吧？还是自己救？自己救啊！先换妹妹。先换妹妹，然后再换我来自己救。对，先换妹妹。妹妹还用那个音符有音符，是用来救我。妹妹还要他救数量最多呢。哪一种鱼的数量？刺刺鱼啊，刺刺是吗？对，刺刺鱼。你确定？答对了。这边拿到了。好，拿走，拿走，好。耶！妹妹赢，好。还有我的吗？他下来了。啊！他放垃圾。快到我！姐姐要投鱼。根据颜色的限制，蓝色跟红色会变什么？什么颜色啊，爸爸？什么颜色？紫色。妹妹，紫色是。爸爸，写的。你的吗？嗯。啊，不对吗？爸爸卖的。嗯。好，拿回来。爸爸，你在跟我们玩什么？那个是哪一幅？图形大师啊！你妹妹好像是小鹿和范丽一样的汽车，对的汽车，我记得。你这是红色的，应该是中间那个吧？石头，中间石头。耶！你把卡片拿回来。好，等一下啊！为什么没关？放一个音符上去，放一个。飘不起来。它肯定飞了。耶！这个来自东皇后记载。轮流猜拳。进来。出石头。好。耶！然后再来出剪刀，耶！哦，你好厉害哦！再来出石头，耶！你好厉害哦！怎么这么厉害呀？爸爸好厉害哦，这么聪明啊！爸爸你好聪明呢，太聪明了吧？下大雨。Thank you.
好啦，那我们玩完了，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还在，还在。爸爸可以把它拿掉吗？